今天来讨论《哥林多后书》第九章，整个章的意义就是讲到奉献。看保罗是怎么教导的。保罗在哥林多教会的时候，他也呃鼓励他们，尤其是我们在第八章，希望他们能够为耶路撒冷的信徒，因为他们有苦难。 有灾荒，啊、呃，希望他们能够奉献。但是，保罗与哥与哥林多教会的关系不是很好，所以呢，他们进行了一段，也就没有再进行了。在这里呢，保罗要提醒哥林多信徒，要他在他在拜访他们之前，把这木款的施工完成。 然后呢，他也派了他的代表团提多和两位弟兄去，也希望这代表团啊、呃、能够帮他们完成这个墓馆的施工。同时呢，哥马其顿的信徒也很可能会与他与保罗一起去，因为这样子马其顿我们也提到，他们是在很苦难的中还很乐意的去奉献，那跟哥林多他们很富足有形成一个对比。 所以他就希望呢，能够以马其顿信徒这些事情呢，让他们能够有些，让他们能够增加一些压力，让他们能够完成他们的施工。当然，保罗不是对整个教会的，啊、呃，讨论到这个奉献的事情，而是对某些人，他所有的个人或是信徒的贡献也都是构成，就是一个教会整个整体的拿，呃，奉献呢带到格林多。 呃，从哥林多带到耶路撒冷，在这一章呢，保罗提出了四个奉献的原则。他提到慷慨的给予奉献就会带来丰厚的回报，但是吝啬的付出也导致吝啬的回报。鼓励呢慷慨自由的给予，因为神喜悦快乐的给予者，神也愿意提供奉献所需的一切。 慷慨的奉献也会带来更大的感恩，让接受的人能够感恩神。这是保罗的意义在这里。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结出是呃几个信徒乐意奉献的好处。第一个是得到灵命的富足，第二个是得得到受益者的纪念和祈祷，第三是促进基督徒的福祉和团结。最重要的还是要感谢神的恩典，所以所有的奉献都是从神那里来的。 这奉献的劝勉，我从呃第九第九章第一节到第五节，我来念。供给圣徒的事，我不需不必写信给你们，因为我知道你们乐意的心，常对马其顿人夸奖你们，说雅各亚预备好了，已经有一年了，并且你们的热心激动了许多人。但我打发那几位弟兄去叫。 要叫你们照我的话预备妥当，免得我们在这世上夸奖你们的话落了空。万一有马其顿人与我同去见你们没有预备，就叫我们所确信的返程羞愧。你们羞愧更不用说了。因此，我想不得不求那几位弟兄先到你们那里去，把从前所应许的捐资预备妥当。 就显出你们所捐的是出于乐欲，而不是出于勉强。根据保罗的说法呢，他也知道格林多信徒已经开始准备了奉献的事情，所以他也没有必要再跟他们说明贡这个贡献的目的，或者给这个。 耶路撒冷圣徒的事情，所以他说：“论到供给圣徒的事，我不必写信给你们。”当然，他主要的目的还是要劝勉哥林多信徒的完成他们奉献的事情。当然，在第九章我们在研讨的时候，可以发现保罗在第九章说明了很多有关奉献的本质的重要性，和一些神神学上的观点，有关奉献的观点。我们来看。 因为我知道你们乐意的心，常对马其顿人夸奖你们。保罗说：“我知道你们的乐意的心，是提醒格林多的信徒，他们是很热心的。当然，他们这热心参与的事情，也都是保罗早期教导的结果。他也常对马其顿人夸奖你，夸奖这格林多人呢，主要也是在他介绍马其顿信徒奉献的恩典以后呢，也开始。” 同样要夸奖，要介绍哥林多信徒的这些热情。当然，他主要目的还是想要鼓励、呃，劝勉哥林多教会完成他们已经开始募款的施工，不要半途而废。显然，保罗对他们还是不是很有信心的。所以，保罗对他们的信，这个信心呢，是对基督的信心，在神里面基督的施工，而不是对保罗，呃，对这个哥林多信徒们他们的信心。 所以他也才会才有啊、呃，讲到这些事情。当然，他说雅盖亚预备好了，雅雅盖亚也就是讲的是哥林多教会。当然，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保罗已经告诉他们要如何准备这些奉献的事情。我们可以去参考这哥林多前书十六章第一节到第四节。显然，哥林多信徒呢已经参与这些奉献是有一段时间了。 但是在这段时间之间呢，保罗和他这个哥林多教会，他的教会之间呢，发生很多事情，而且的他们的关系也非常的恶化，也直到提多访问哥林多以后，才把这个事情化解了。我们在读第六章、第七章中可以看到保罗是怎么样啊喜乐通过提多带回来的消息，哥林多的。 信徒还是以他为他们的，呃，以保罗是他们的使徒，他们也顺服基督的福音。当然，我们在读更更多前后书的时候，可以看到更多信徒的所有的行为也很难让保罗有信心的，所以保罗的夸口夸奖他们，并不是，呃。 真正夸口，而是在基督里的夸口，是因为他知道他是依靠，他认为基督在基督里的基督会做这些事情的。保罗在之前呢，他派了代表团，在第八章十六节到二十四节的时候，我们看到他带派这些人去的目的呢，是要他们这些提多带和的两位弟兄呢，能够鼓励更多人完成他们募款收集的工作。 当然，但我们也提到，他们也也因为更多信徒认为他从马其顿没有去拜访他们，就怀疑保罗要他们募款的目的，所以保罗派提多去，想要把这些事情解释清楚。但他就在说：“我打发几位弟兄去。”现在他表示，他带这个派遣这弟兄去呢，是另外有一个目的的。他不希望他对。 吹嘘哥林多信徒，或是在马其顿面前夸奖他们的事情呢？说他们已经把信奉献早已准备好了，变成一个笑话，变成一个笑柄，在这里马其顿人看到之后，所以他派代表是一个先遣队到那里，要确保募款的施工顺利的完完成。 这代表团也带着这封信到了哥林多，因此呢，也也加强了这三位弟兄的立场，也表示是直接从保罗那边得到的呃指示。保罗继续说：“万一有马其顿人与我同去，见你们没有预备，就叫我们所确信的返程的羞愧，你们羞愧更不用说了。” 这也就完成保罗，他从第九章开始说，他不虽然不希望他们不再不需要再提醒他们，但也正因为马其顿的人要与他们同去，所以也增加了哥林多信徒对这个募款的事情的一个一种压力。所以保罗说，万一有马其顿与我同去，保马其顿可能有的信徒会陪伴哥林呃保罗到哥林多去。 如果哥林多信徒最后没有准备好，这也是最糟糕的方式羞辱了保罗。因为保罗在马其顿面人的面前非常自信的告诉他们说，哥林多的信徒他们会准备这些。当然，以当时第一世纪的文化背景来看的话，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呃威胁和耻辱，因为你讲话不实。尤其保罗常常说他说话是实在的，是真实的，他是真诚的，所以。 保罗在这信中表现，他非常清楚自己可能面对的处境，他希望，所以他派他代表团提多去把这件事情做好。如果那些穷困潦倒的马其顿信徒看到他们也没有准备好的时候，格林多的信徒也是非常丢脸，不是只有保罗羞辱了被羞辱，而且他们自己也会非常非常的啊、呃、不好意思的，因为。 穷困潦倒的马其顿人已经非常热烈、热心地去奉献了，而但他们哥林多信徒是非常富足的，但是没有奉献，当然是有点啊难过了。接着呢说，因此我不。 我想不得不求那几位弟兄先到你们那里去，把从前所应许的捐资预备妥当，就显出你们所捐的是出于乐意，不是出于勉强。保罗重复他派代表的第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希望他们完成工作，第二个原因是，呃，阻止他们对保罗的怀疑、募款的怀疑，第三个他是希望他派遣这些弟兄到那里呢。 让他们能够提前准备好，等他拜访的时候，所有的募款就完都已经完成了。当然，保罗开始用神学的角度来说明他这个奉献的呃观点呃，理论。他也自己负责，他派这些弟兄去，是他派遣去的，是他这些弟兄是代表保罗去的，所以他也鼓励这些弟兄到哥林多以后。 帮助哥印多教会完成这个募款。保罗继续描述着，在这里可以看到保罗了解哥印多信徒募款的情形。他说什么？把从前所捐资预备妥当，就是说，他们这些准备是出于他们以前的承诺，他们有应许过他要做这个事情，应许的捐资。问题是说，他们是不是会完全履行诺言？ 因为我们知道，他们在保罗告诉他们要，啊，募款资助基耶路撒冷教会的时候，他们对跟保罗的关系不是很好，所以他们是否能够真正遵守保罗的指示完成这个募款是一个问题。所以他把他们的捐献描述是神应许的。 是哥林多信徒应应该是给予的，因为是神的祝福，你就应该从神祝福里面拿出付出来去帮助啊、呃、神家庭里的、呃、弟兄姐妹，尤其是耶路撒冷这个教会。而且神已经在基督肯定他给他们所有的应许，所以保罗在这说：你们所应许的捐资预备妥当，就显出你们所捐的是出于乐意，而不是出于勉强，都是自。 心甘情愿的去做这件事情。我们来看奉献的本质，第九章第六节到第九节，这里保罗开始提到以神的教导、神的话来说明奉献的意义。第六节这么说：“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个人要随本心所着定的，不要做难。 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地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善事。如经上所记，他舍施舍钱财，救济贫穷，他的仁义存到永远。 保罗现在是完全是以神的观点来讲说明这个奉献的本质。保罗虽然说对格林多信徒说、呃，我他不需要提醒他们这些奉献的事情，就是在第在一第一节所有提到。显然，保罗为什么要这还是要告诉他们没有完成保罗要他们收集奉献的指示，他们没有可能做了一半，但是没有完全做完。 所以保罗呢，再一次吞，敦促着哥林多信徒要完成对耶路撒冷的捐款。保罗在这里呢，是以人类当时的农业社会来讲，这个这基本的生存的形象来告诉哥林多教会有关奉献的性质。如果说以当时农业这农业的社会来看的话，播种与收成是有密切的关系。 播种的多少就决定了收获的多少，当然也就决定农人获利的尺度了。你播种的多，啊，然后就收成的多，你获利也多。所以保罗在这里说：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保罗继续说呢，这话是真的。当然，你在这读着是好像是一种奉献，是一种经济上交换的形式，说。 呃，我多给一点，我就能够多到什得得到什么？我少给，我少得到。但以奉献的本质来讲呢，保罗的用农业社会的形象表示表明的是，其实你可以想象得到，是一种非常不同奇妙的事情。我们在前几个组织的时候有提到，一一保罗用马拉神用。 马拉喂养，啊、呃，以色列在旷野中的四十年，也让以色列人学到，田地里产出来的完全是神的礼物，是神的供应。所以在真正奉献的时候呢，人要就是要有自愿去，有意志的去参与，自动的参与，无条件的供给和祝福。这里呢，你可以想象得到，保罗引用就是说，这是真的，是神的话语。 你以以色列人的行行可以看得出来，真正奇妙事情是什么？是神的祝福，神无条件的供给和祝福和美善。在这里，信徒所付出的呢，或或者是信徒没有这样做呢，是都是对神的良善恩典和祝福的回应。你做是信有信心，如果说你没有做是没有信心，因为。 在这里，保罗说到“多种的多收，少种的少收”，这话是真实的，就是神信徒对神的呃良善恩典是不是有信心？这里可以看出来，回应就是信心，没有做呢就是没有信心。保罗继续说：“个人谁要谁。” 本心所着定的，不要做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保罗在这里呢，制定了一个啊、呃、奉献的方针，每个人都按照他们事先确定的方式捐赠，而不是出于啊难过啊、困难啊，或者是被强迫的。所以呢，真正付出呢，都必须是个人自发的决定，不能够受别人勉强迫的。 任何人都没有强迫你这这个信徒的奉献，因为信心不能被强迫，也不是在公众前的表现。啊，不是说啊，我多奉献的多，让每个人都知道，不是，而是要随自己本心所确定的事情的方式去捐赠。你能捐的多就捐的少，都是自己的与神的关系。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时候，有很早就告诉哥林多教会如何收集这些捐款。他告诉教会的信徒，每周播出一笔捐款，第一天的时候播出一笔捐款，然后呢，教会收集。所以在保罗到达时候的教会已经把这些奉献就已经准备好了。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到，是他们已经开始了，但没有完成。 也可能是因为他们与保罗不和，他们怀疑保罗这个动机。我们也啊、呃，在前面读,读到这些经文。保罗这个以这个呢来结束他从第九章第一节开始的说明他的捐款的事情。保罗是引用希伯来语的箴言二十二章第八节说的这话：神是祝福一个快乐和给予的人。 所以，慷慨的人自己也会得到祝福，因为他与穷人分享食物。第二十二，正言二十二章，啊，第九节是这么说的？神喜欢一个快乐给予的人，不在于给予的多寡，或是为什么目的，也不需要别人的认可，重要的是发自内心的。所以。 神喜欢一个乐意捐献的人、乐意奉献的人呢？不是说你捐献了多少，你拿了多少出来，是为了什么目的？也不需要别人的认可，而是发自内心的。我们在读四福音的时候看到一个寡妇很穷，她拿了一个小小的一个钱放进放到这个捐献箱的时候，但法律上的人就觉得她捐的很少，怎么样？但是神认可那寡妇、啊。 反而不认可那些穷和富、呃、人所捐献的，因为寡妇所付出来是她的所有的，而是他发自他内心的，这是神所喜悦的，而不是说要跟谁比较说，说我我捐的多，我拿的多，所以也不需要和别人认可的。你做是你自己与神的关系，而不是啊，你与,与人比较什么东西，神不在乎你给予多少，而神在乎的是你自己乐意。 甘心发自内心的捐献。保罗继续说呢：“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善事。神将各样的恩惠多多加给你们。”就是保罗呢说，从在这个播种和收割的观念之后，表示呢，这都是神所应许的祝福。 保罗敦促哥格林多人呢，要多多施恩，就像他们多多得到神的恩惠一样。他从神那、啊、得到很多的恩惠，现在你因为你的各样的恩惠多，也希望你们能够多多的向其他人啊施啊施施恩。保罗相信神能够让格林多的信徒的恩典呢，成为施予的恩典。 保罗一直提醒哥林多信徒，他们得到很多神的祝福，所以他们的祝福呢，他们的恩典的神也会让他们的恩典成为施予的恩典，就像马其顿信徒一样，神给他们的恩典，让他们有啊奉献捐款这个、呃、给予的这种恩典。我们也知道，神的恩惠和良善是哥林多信徒不配的。 其实所有的信徒也是都不配的，也都是不劳而获的。无论你做什么事情，都不能够限制神给予的恩惠。神也不在乎你真的是啊、呃、给予或是不给予，但是神不会因为你没有给予或怎么样少了给你的恩惠。但神的恩惠是不受限制、不受制我们个人的行为，因为我们一开始就是不配的。 神给我们的恩典是不劳而获的，所以人是没有办法，信徒是没有办法啊、呃，限制到神给的恩惠。所以神给的恩惠是多多的，是各样的。老罗记说：“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善事。”神给了更多信徒。 丰富的恩典是要他使他们多做各样的善事。更多信徒没有义务回应神的恩典，他们与神的关系不是经济交易，而、啊、不是说我今天奉献的多了，神就会对我好一点，不是的，而是神的恩典，我刚才提到是不配的，是不劳而获的。 没有任何一个信徒能够限制神给的恩典有多少，但是神的恩典是要使更多的信徒在他的恩典中都有份，让他们能够了解神的恩典。所以在他们给予的时候呢，他们会再一次重新接受和认识神的恩典。所以给的时候，你付出的时候不是啊我做了多少，而是能够。 重新再一次接受神的恩典，再一次认识神的恩典，也只有在神的恩典中，他们才能够知道神的恩典是完全。其实这也不是只有对哥林多信徒而说，对我们现在信徒也是一样的。我们每次的给予都是神的恩典中给予的，在一。 每一次啊、呃、奉献的时候，都可以了解到是神给予的，从中间拿出来一部分，所以在他的恩典中，我们也是有份的，在这可以说是重新接受、重新认识神的恩典。如今上所记，他施舍钱财，筹集贫穷，他的仁义存到永远。 保罗说，如今上就表明他是从圣经上里面记载说的，可以查他是从诗篇第一百一十二篇中那个异人的形象的自给自足的应许中提出来这件事情，在诗篇第一百一十二篇第九节的时候，他是同样的经文是他施舍钱财，筹集贫穷，他的仁义存到永远。 保罗在第六节的时候也用播种的多种啊多多种多收少种少收的比喻的时候，啊，回到也是说施舍钱财，这里有点像是善财童子的那种善财的意思，所以在这里可以想象到说对所有需求的人的自由力和不分青红皂白的给予，你施舍就好像是一种挥呃。 明显的挥霍就是艺人，在挥霍他的资源，说我有钱，我就是随便施舍了周济所有的人，但这是好像是有这个意义。其实上呢，保罗继续说呢，他施舍钱财，筹集贫穷，他的仁义存到永远。在诗篇中呢，仁义有双重的意义，就是艺人信仰和敬畏主的关系。那些呃，如果说对于。 读到诗篇一百一十二篇，你可以看到那些啊、呃、散布财物的人得到永久的啊奇迹。表面上他们是挥霍无度，但却是不断的繁荣昌盛，因为神一直不断不断的在供应他们，所以他们的仁义在主的祝福中不断的富足，所以他们是永远存在，就不会减少。你看啊、呃，这以利亚的这个先知，他到一个啊富、呃、人家里面。 他的面，他的油都没有减少，是他不断的，是因为得到神的祝福，他的仁义是永远存在，所以一直都有的。当然，这里最重要一点是什么？一人的富足不是一人工作或囤积财产的结果，而不是说我这啊、呃、一直在囤积囤积才有，呃，很努力的去工作赚钱，然后把钱财全部存起来。 重点不是说你有多少钱财，而是是敬畏和信靠主的关系，这才是义人。所以在这种关系之中，可以找到所有的好，所有的善事，也包括物质上的善事，这就是神的祝福。当义人的富足，不是看这个你物质上的富足，而是在你灵命上与神的关系如何。在这里就可以从敬畏神。 信靠神的关系中，得到神的祝福，后就有仁义，就有义，成为一个要永远的。第九章第十节到第十五节是奉献的恩赐，我来念第这经节第十节。 那赐种的、撒种的、赐粮的、赐粮给人吃的，必多多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又增添你们仁义的果子，叫你们凡事富足，可以多多施舍，或借着我们，使感谢归于神，因为办这供给的事，不但补足补肾图的缺乏。 而且叫许多人越发感谢神，他们从这供给的事上得了凭据，知道你们承认基督，顺服他的福音，多多的捐钱给他们和众人，便将荣耀归于神。他们也因神极大的恩赐显在你们心里，就切切地想念你们，为你们祈祷，感谢神，因为他有说不尽的恩赐。 在这里呢，保罗很清楚地描绘了他对神的认识。第四节说：“那赤种的给撒种的，吃粮的吃粮给人吃的，必多多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又增添你们仁义的果实。”其实保罗是由有,有点引用以赛亚书第五五十五章十第十节的那种意义发挥出来的。以赛亚书第五十五。 五章十节这么说：雨从天而降，并不返回，却滋润地土，使地上发芽结实。十十二种的有种，使药吃的有粮。可以看到，这所有的雨雪、土地、成长、发芽、结实，都是来自造物主的，不是人的力量能够造。 你要，我们有时候靠天吃天，你要靠天吃饭的，也就是你这种农人，他真的是种下去了以后，雨水没有太多太少，对他们这个收成都会影响。然而这里呢，可以看到说，雨雪从天降，并不返回，却滋润土地土，是地上发芽结实，是啥种的有种。 要只要吃的有粮，所以有人能够播种，但是能够得到粮的也有的有粮可以吃，可以描述很清楚的，这都是一切，这一切都是造物主的工作，都是神的啊、呃、能力，神的施工，而不是人的能力可以做成的。 保罗说：“那撒种的给，那赐种给撒种的赐粮给人吃。刚刚我听到是保罗引用以赛亚书的经文，说人的需求和富足，人的给予和接受，都在神的美善之中。他丰丰富富的供应了万物，给所有的有能够要播种的人有种子播，有要要吃的粮，有要吃的人有粮可以吃。这。” 都是神的啊、呃、恩典，当然在这里可以看得出来，任何人要给予之前，都要有一些东西可以给予。保罗在他呃教导的时候，第六节、第九节教导的时候，他以这个给予的丰富来的丰富来比作啊播种的种子，可以清楚表明，这一切都是从神来的礼物。 人不能给予，只能从神得到的东西中给予。可以想象得到，我能够给予人家，能够帮助别人，都是因为神给我的，而不是说我本身就有带来的。所以保罗在这讲的很清楚：，那赤种的给啥种，那吃粮的给人吃，都是以神的工作来做事情，是人的需求和付出。 你能够给予，让人能够接受，也都是神的工作，都是神的恩典，而不是啊、呃，我自己能够有多少能力能做这些事情。可以看出来，保罗一从这里可以看出来，所有的奉献的根本都是从神那、啊、得来的。你能够给予人家，也都是因为神给予你的东西，之前你才有能力去给予他人。 保罗继续说呢：“必多多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又增添你们仁义的果子，这是神的应许。神供应了很多种子，也结出了仁义的果子。所以，更多信徒的捐献的礼物呢，都是神供应的和。” 而且是给他们的很多的种子，神给这些种子主要的目的是要生长出哥林多信徒仁义的过程。人从神那得来的，也都是神的恩典，神供应的。也就是是要人能够得。 能够结出这个仁义的果子，成为啊神的真正回应到感恩到神的啊目的，可以看得到这里保罗说的那次种给沙种给的，次两个，给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又增添你们仁义的果子，是格林多接受造物主对他们一切需求的供应。 对一切有人需要的供应，也包括他们自己的需求。所以，从神那里得来的祝福，不是仅不仅仅要满足自己需求，也需要拿出来满足其他人的需求，要帮助其他有需求的人。这才是一个真正的从神得来的祝福，而能够帮助他人，就增添这个人，就成为一个仁义的果子。 保罗继续说：“叫你们凡事富足，可以多多施舍，就借着我们使感谢归于神。神必使更多信徒的仁义果子长大，也必使他们的他们凡事富足。”保罗在强调是一切的富足和是也是为了一切的奉献。在第八章的时候，保罗说到马其顿信徒众教会的信徒。 他们有苦难，但是他们很丰富，很乐意去帮助哥林多，呃，帮帮助这耶路撒冷的信徒呃，教会的苦难，所以他们很乐意。所以他们是一种贫穷上的朴素的，啊、呃，丰富富足，但他们富足是从哪里来？都是从基督里的财富，从都是有基督的，从基督那里得来的。 保罗接着说呢，呃，借着我们使感谢归于神。在这种情况下，保罗是比喻的是谈到财富的事情，这不是物质上的财富，而是永恒生命和的救恩的财富。这些富足是神应许哥林多信徒会变得富足，所以我们在看，不是物，不仅是物质上的富足，而是真正是灵命上永生的。 哦，成长、永生的盼望、永生的付出。保罗在这里就就是一个做个结论：，哥林多信徒能够奉献，也都是神恩典的工作。所以他还说，借着我们是感谢归于神，就因为这个原因，他们感恩，不是对哥林多。 信徒的感恩，而是对神的感恩，因因为神让他们在物质上有了祝福，所以他们有能力去奉献，做神的工作。然后呢，在他们的灵命上也获得富足。他们的富足，凡是富足，不是只有物质上，而是更有。刚才提到是永恒生生命的救和救恩的富足。当你不是基督徒，你没有，你虽然说有钱有财有势。 但是你最后的结果呢？你没有永恒的生命，你没有救恩，你那个富足只是短暂的。你要生不来带来死不带去的这个东西，你再多钱财，当你你要一口气没有了，这些东西都没有了。但是如果是基督徒，虽然我们在这里活在这世上，候有神的祝福，但我们真正的盼望是永恒的，永恒的生命。 和神的救恩，这才是灵命上也获得祝福，不仅上物质上得到祝福，灵命上也获到了富足。保罗说：“因为办这供给的事，不但补信徒的缺乏，而叫许多人越发感谢神。”这因为呢，保罗解释了他为什么说哥林多信徒的富足，造成他们感恩，不是因为他们的奉献，不是他。 哥林多信徒的礼物带来感恩，是他们的人、他们的信心、他们对哥林多信徒对神的信心，而不是他们所啊所做的奉献有多少的啊金钱的奉献或人的奉献。当然，收到这些奉献的礼物呢，是对神感恩是一个正确的一个方式。 而不是对神的回报，而是在感恩到在神的爱和关怀中的发现。发现什么？神是唯一的神，他也是真神，他是神，他是真正的给予者，他给了所有的事情。所以，当我们以丰富的捐献超出他人需求的时候，也就是对神有丰富的感谢、感恩、感谢。在这里可以看得到。 保罗提出来的这个主要的最重要的是什么？不是补足了圣徒的缺乏，不错，他是那些捐献帮助了在耶路撒冷基督徒信徒他们当时的苦难，但也让他们因为这些奉献而感谢神，感谢神的给予，感谢神的工作，感谢神感动。啊、呃 格林多信徒他们的奉献，然后保罗带到耶路撒冷去，让解救了他们的苦难，这才是一个供给的事呢，是叫人许多人越发感谢神，让人更能够感谢神的恩典。保罗继续说，他们从这供给的事上得了凭据，知道你们承认基督，顺服他的福音。 多多的捐钱给他们和众人，便将荣耀归于神。保罗现在转向耶路撒冷的啊、呃、基督徒感恩的主题，从你要我们可以读啊，从第八章讲到马其顿人，前面之前讲到哥林多市的信哥林多的信徒，现在保罗提出在接受这些捐款的耶路撒冷的基督徒的感恩，他们呢？ 保罗是以这种啊福音所造成感恩来说明这件事情，所以事实上得了凭据，也证明了神在哥林多信徒身上的工作。接受哥林多信徒奉献的，就是耶路撒冷的基督徒。我有提到过，当时呢啊犹太地区呢有干旱。 所以那些基督徒呢，有非常的苦啊，需需要有人捐献啊，让他们度过他们的苦难。就是因为他们的捐献，所以耶路撒冷基督徒能够荣耀神。所以把保罗就是在说了，将荣耀归于神。更重要的呢是，哥林多信徒本身就成为神使用的器皿了。 而不是说哦，我奉献了，只是奉献而已。但是是神的感动，是神造成他们能够奉献，变成神使用的器皿，让神的荣耀能够彰显出来。可以看得出来，保罗将感恩变成赞美，然后说你他们的奉献不会被遗忘。在这里呢，你可以看得到是赠与者和接受者的工作是感恩。 最重要的也是，当你接受人家的供应的时候，给的礼物的时候，也要去找到这赠与者，对赠与者的这种啊感谢也是需要的。当然，更重要的是要感谢神的恩典。耶路撒冷的基督徒呢，他们就将两这个奇迹呢，荣耀神。什么两个奇迹呢？就是。 承认基督顺服他的福音，不是因为哥林多信徒是神的子民，他们就必须要做这样的事情，而是神在他们身上的工作。他们也因为哥林多信徒与他们一起承认基督的福音而欢欣鼓舞，也高兴，也承认他们，荣耀归给神。我们也知道，在耶路撒冷的基督徒呢，通常应该。 大部分都是犹太人，他们对外邦人的这信基督也不是说非常赞成。你可以看在读使徒行传，看到彼得传福音的时候，传给外邦人的时候，教会是如何处理的，啊，耶路撒冷的教会。然后保罗在外邦人传福音，他还要到耶路撒冷去，啊，解释他为什么要传给外邦人。 所以保罗在这里呢讲到说顺服他的福音，保罗把他的福音定这个定义呢，曾是福音是属于基督的，是那位被钉十字架又复活的那一位的福音，就是什么？基督，基督被钉死在福字啊十字架上又复活了，基督也因为贫穷，呃让哥林多信徒富有的福音，所以你可以看到。 当然不是说只有更多信徒的富有，而是我们这所有的基督徒在这几年，就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啊贫苦，让我们更有富有的富永生的盼望。保罗也将基督放在首位，他也不断提醒人们十字架的福音。在这里可以看得出来，保罗就是说，他们从这供给的事上得了凭据。 什么凭据？外邦人的教会愿意奉献去资助、支持耶路撒冷的教会，当他们有苦难的时候，表示都在神的家庭里面，神的家里面都是一个教会，都是一家人。所以他是说，世上得了凭据，知道你们承认基督，也顺服他的福音。他的福音是。 基督的福音，他的贫穷让人有富有，他定死在十字架上，三天复活，让我们的罪都被洗清洗了。所以就变成耶路撒冷的教会跟外邦人的教会是一体的，而不是分开的。那所以这里可以看得出来，从这个奉献对基督徒对耶路撒冷的教会是意义非常的大。 保罗继续说：“他们也因神极大的恩赐显在你们心里，就切切地想念你们，为你们祈祷。”保罗将他们的感恩说成了是对神的赞美。刚刚提到，在耶路撒冷的基督徒里面，就犹太人的眼里呢，外邦人、外邦的哥林多信徒是彻彻底底的，是外人，是他人，是他跟他们没有关系的。 我们看犹太人对外邦人，他们是在他们这种情，他对他自己祖先的情感也是表现在他们行为之中。他们对外邦人是很隔离的，隔不太承认，他们不愿意跟他们在一起的。所以，他这一种是他们自己本身的情绪，也在他们所有的行为之中可以看得出来。但是，经过这一次的时候，啊，格林多。 雅西亚，其实很多教会都奉献的时候，他们也看到耶路撒冷信徒呢，可以可以真正的采取的行动，就是说他们怎么样，他们想念哥林多的信徒，也会为哥林多信徒祈求，所以他们也因神极大的恩赐显在你们心里。 神的恩赐在哥林多信徒里面所造成的工作，所以他们也切切的想念哥林多的信徒，也为哥林多信徒祈求，表示他们承认哥林多的教会，承认所有人在基督里都是一体的。我们也看得到当时的教会、当时的交通网络、什么东西都是不是很发达，所以哥林多教会、哥林多的城和耶路撒冷之间的距离不是。 不会妨碍他们的交流，反而是哥林多外邦人的教会愿意拿捐款出来资助基督。呃，你的家人苦难在耶路撒冷的教会，也就是说，他们在基督里呢都被神结合在一起的团体，呃，都是神的同工，也没有分是耶路撒冷啊、呃、哥林多、呃、犹太人的教会，或者是外邦人的教，而在基督里都是一起的团体，也都是神的同工。 保罗在说呢，极大的恩赐呢，啊，神极大的恩赐呢，是耶路撒冷的信徒和各林多信徒结合在一起的。这不是因为区分犹太人、外邦人界限没有了啊，他们没有说在啊分开是你是犹太人或者是外邦人。 也不是说一种理念，说大家团结起来，然后有一个认同性，然后聚集在一起。人还是人，都有不同的面目。嗯，你要耶路撒冷和哥林多呢，就是不能够在一起，或者犹太人和外邦人就是不能的。你都是有分开，有种族，有不同的呃习性的，所以没有办法真正能够合在一起。但是。 人能够合在一起，不是因为啊你的品德多好，你的啊人言行举止，我觉得跟你在一起比较不是，而是基督，是基督站在人们的中间，将人聚聚集在一起。也只有在基督里，人们才能走到一起。所以你在基督里面，我们都是神的儿儿女，神的子民，在是都是一家人。 所以我们在基督的教会或神的教会中，不管你是在这里的教会，或者我们自己的教会，或者别人的教会，见到的都是什么样？称兄道弟是弟兄姐妹，啊，这位弟兄姐妹，那位弟兄姐妹，都是这样的称呼的。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是神的儿女，都是神的子民，也都是神在神里都是一家人。可以看出来，不论你是如何能够聚集在一起，多多少少会有不同的分裂。 那分门别类、分党派的这些都有，但是在基督里面都是一家人。只只有基督在人的中间，才能够把人聚集在一起。如果说没有基督在一起呢，人是不能够走到一起的。保罗说最后一节，他说：“感谢神，因他有说不尽的恩赐。” 保罗以赞美、感谢神结束他这个奉献的教导。他代表哥林多信徒、耶路撒冷的信徒和所有参与这次奉献的信徒向神感恩。他感恩是什么？因为只有一位真正的给予者，而不是马其顿的信徒给的，也不是哥林多教会信徒给的，也不是亚细亚地区信区信徒给的。 而是真正的给予都是从神那里来的，所以他感恩，感恩也就是接受神的恩典，也接受神的给予，也给接受人的信徒里面所给予的。保罗现在呢，从神的恩典呢转移到神所赐的这个礼物里面呢，这个恩赐里面，这是一个非常难以形容，也无法。 说明的礼物来表保罗表示的感谢，这里可以看到说，保罗的感恩的是呢一次又一次的惊喜和赞美的事情。我们也看到，我们当感恩的时候，不是说今天这一件事情，而常常做常感恩的事情，说感谢神的时候，常常有不同的事情发生，而且呢是说不尽的恩赐。他怎么样说不尽的恩赐呢？ 在保罗心目中的恩赐呢，可能只有说啊，基督呢自我奉献，承担是人的贫穷、罪恶和内疚，让人变得富有；也可能是基督的恩典，不能不仅仅满足的人每一个需求，也让人能够分享神的供应。这也是我们常常可以想到神的恩典就是了，或是神的恩是神给我们的恩赐。 我们也只能够简简单单的，就很肤浅的，或是呃很大概的描述这个恩赐的形象，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完完全全定义保罗所指的这个恩赐，神的恩赐，说不清楚的。你想想看，神为了要拯救人，把自己的儿子献出来，钉死在十字架上。 你能够完完全全讲明神的意旨意吗？能够说得明白吗？我记得有人问过我：“你们这个两千年的圣经一直在教导，你每个礼拜去还要听牧师讲，还要在上主日学，还要去读圣经，怎么读不清楚的？”不错，是读不清楚，因为神。 所做的事情，我们是没用人的心，这个是无法完全、完全的了解的。所以这个恩赐是妙不可言，所以也要不得不一遍又一遍的说。所以每个主日都要听到神牧师的讲道，听到神的话语、神的信息。当你每一次听的时候，都有不同的感动，都有不同的感受。 就像我每一次读经文的时候，读圣经的时候，不过论是哪一本书、书卷，我们读的时候都会有不同的感受，因为圣灵的感动，让你了解，慢慢去想到神给你的恩赐，神的恩赐都在神的话语里面，所以这个恩赐是永远不穷尽的，不止尽的，也是无法完全探索清楚的。 也是无法完全的理解或定义。神给我们的恩典，给我们的恩赐，无论我们用什么样的话语，用白纸黑字，用肤浅的语言来讲的时候，也都是很肤浅，这很浅显的，才能用我们的思想来说明这件事情。但神的。 话语神的旨意，真正的是无法能够完完全全的说明，所以保罗才说：“感谢神，应有他说不尽的恩赐。”那我们信徒怎么样呢？信徒只有在神面前不断的重新感恩、赞美和奉献。我们每个主日到教会来敬拜神，也就是要献上我们的感恩。 也要献上我们的赞美，来学习或这个牧师要传讲的信息，也是从神的那里信息，让我们能够更认识神，这才是一个重要的事情，而不是说把圣经里面哪一句话，把它你要怎么样去解释清清楚楚，无法解释清楚。就像保罗说的，他有说不尽的恩赐，如何能够去完全的理解？ 我们也只有简简单单用人的脑筋去啊说明一件事情，但真正的只有看到神的时候，神才会让我们完全了解。这就是今天的呃、啊、主题，我们来看奉献的劝勉，是鼓励更多信徒完成奉献，也不要让保罗夸耀成。 他成为他修主，所以他希望保这个耕耘多信徒能够完成他们的奉献。当然，的奉献的，也就是说，希望乐意的奉献的神的供应，也为了是要能够多多行善。当然，奉献的恩赐在这里呢，是神赐种赐粮天仁义的果子，这都是神的恩典。 神赐富足是要让人能够多多的分享。我们信徒只能做的是什么？就要感谢神无限的恩赐。在这里，我们看到什么呢？我们学到的是神所赐的富足要与他人分享，分享神的喜喜悦，甘心乐意奉献的人，也感谢神无止境的恩赐。 我们要思考的是：我愿乐意帮助有需要的人吗？我乐意奉献从神那、啊、得到的吗？这也就是保罗所讲的：啊，当你乐意奉献的时候，是神所喜悦的；当你乐意奉献的时候，神会祝福、会满足、供应你所需要的事。在以赛亚书五十五章第十节。 我们来互相勉励，神的话语：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却滋润地土，使地上发芽结实，使撒种的有种，使要吃的有粮。感谢神，他赐恩赐，赐恩典，让我们能够有能力去帮助其他需要的人，也能够成为神使用的器皿。组织学今天的组织学就到这里结束。 我们请王长老在不在？为我们做个祷告。好，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敬拜你，感谢神，哦、呃，这些宝贵的教导，呃，给我们看见，我们今天，啊、呃，对着基督的信仰，这个施舍奉献，这是一件何等重要的事。你的话告诉我们说，少动的少说。 多种的多说，年华也告诉我们说：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他的仁义存到永远。感谢神在施舍这一件事情上面，给我们经历到我们在世上活着，我们一切的需要都是从神赐给我们的。神给我们有阳光，神也给我们赐给我们雨水。 神也赐给我们从地上能够长出来的一切的粮食，我们感谢敬拜你，就包括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气息，都是神赐给我们的。所、啊、你这件事情上面，让我们能够懂得感恩，让我们在施舍的这件事情上面能够来荣耀啊神的自己，也常常感恩，让我们知道。 神牧养我们，眷顾我们，养活我们每一天的需要。在新约时代，我们也看见，也不再有外邦人，也不再有犹太人。在神的家中，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我们不再有分别。我们在教会的里面，也不再有分啊、呃，任何的国籍的人。 我们都是一样，都是神的子民。我们感谢你，实在是奇妙的救恩，我们诉说不尽神的恩赐，感谢你让这些教导能够在我们的生活中成为我们的实行，也成为我们蒙恩的一个机会，能够荣耀神。我们十一点开始的崇拜，也仰望神求神祝福牧师的信息。 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待会见。